有请到我们丁小武老师，请做讲评。我觉得你今天唱歌好压抑啊，不知道是情绪的关系还是？对，你在情绪上是有特别收敛吗？对，用比较收敛的心情。那今天这整首歌我听起来，我觉得整段的副歌我听得非常压抑，我都觉得你没有很放松自然的唱，所以我也相对的我没有听到真正的情绪，是可能一开始角度没有找对，是诠释这个歌的角度，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大方向的问题，大原则的问题，好吗？好，加油。了解，谢谢老师。雅文老师好。我很喜欢你的温暖的中频的声音，就是你的声音是很耐听，然后让人家觉得是很舒服的。可是我后来渐渐发现你有一个，我不知道是你的习惯还是你真的是气，可是你有在运动，所以你不可能气不够，那应该就是分配不均匀，就是可能都送完了后面就没有了。你有时候不只是这首歌，其实其他歌你有时候也会在要 ending 的时候你就把它放掉了，其实会很可怕。对，所以你回去调你之前的袋子来看看，可能有这些习惯你要改掉，这样。好，加油，谢谢老师。本周的蔡心凌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与上周比起来好像稍显不尽理想的墨玉，这周带来的蔡心分数已经来到了89.4、85.6、87，还有没有89.8？恭喜89.8分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你跟谢祥宇是什么？对呀，余量情情，请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上周排名第三的梁敏。